清菜呢，我一看到，我感觉讲，哎呦，哎呦，哇！今天这等下这段表演吼，是外口你绝对看袂到。对，听说要用吹的。对，这是神秘嘉宾啊！那边邀请咱神秘嘉宾进场哦。来，现在邀请咱的是咱叫吼，咱的黄淑伟啊，起来台顶讲讲几句话。来，谢谢。邀请咱淑伟，邀请咱的国策顾问。好，下次哦。谢谢淑伟，谢谢。谢谢。咱方顺吉哦。非常感谢伊，逐年都来斗相共吼，啊，咱小野猫吼，啊，嘛拢伊个好搭档啦吼，啊，伫只咱馆长吼，咱婚姻馆长，婚姻的好馆长哦，李进勇，哦，啊，咱后尾镇长林文斌哦，啊，咱这个主席丁学忠，哦，啊，咱姐姐啊，来自咱全国啊，啊，各寺庙啊。即个主任委员当署长吼，啊，我卖伊称呼安尼吼，啊，无我咧记袂牢，等下讲称呼无对，啊，对人歹势安尼吼，啊，非常感谢，啊，搁咱今仔日啊，啊，一只咱金富关税啊，落下即个神神大德哦，即个委员呐，啊，辛苦的义工，啊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吼。谢谢，掌声鼓励哦，谢谢，感谢大婆声。感谢，感谢吼，因为吼都遮济年啦。今年都第九年吼，一个好朋友吼，李哥俩都来主斗斗相共主持八年，是啊，都啊好，伊即马吼，嘛咧看咱咧表演啦吼，看咱一只咧食桌安尼吼，啊，伊个后生查某囝啊，足久以前就讲啊，阿叔吼，我爸爸无伫个，啊，你无论安怎，你新兵生吼，你一定爱甲通知哦，袂使无甲通知安尼，啊，所以讲吼。啊，真久吼，伊就一直问，啊，今仔日来到现场吼，啊，要来甲各位啊，啊，说一下多谢安尼吼，啊，多谢讲啊，伊个是大人啊，啊，即个迄段时间安尼吼，啊，大家安尼，拢安尼伫电视边安尼咧甲关心安尼，啊，我代表啊，咱诸葛亮我好朋友吼，啊，向咱所有的人啊，今仔有来的人，啊，大家说十二万分的感谢，啊，感谢大家对伊啊。对伊甲伊个家属的即个支持安尼，啊，伫遮祝贺咱今仔日啊，啊来即、這个来即、這个咱是咱江哦，参加着即个平安宴啊，哦，大家安尼，大家平安顺遂哦，啊会当身体健康，啊咱国江啊，啊大家江务啊，啊拢昌隆安尼，啊感谢大家，谢谢。谢谢咱的黄淑伟，谢谢哦。那等啊，要请注意一下刘伯，后边吼有来一个足重要神秘嘉宾，特别来宾。来，咱用上个老的波声啊，来邀请咱的婚姻馆馆长，咱的李馆长，然后哎呦，掌声馆长，馆长，现场自己拿一支出来了。啊，咱新汉江啊，咱的黄明德黄主任委员、贾副主委啊，以及各位委员、干事。各位执事先生、女士，啊，来自咱新港洪天江，咱的何董事长，以及各友江的代表，咱何伟镇林文斌林镇长、丁学忠丁主席，也个桂夫人桂副主席，以及在座各位咱金富关税罗下将先生大德，大家恭喜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真欢喜来参加这个平安的福宴，是为着要庆祝。咱新汉江啊，金富关税，圣诞千秋，千千秋，也同时咧是咱新汉江建江五十周年的纪念，所以讲意义特别的重大。我想讲这个机会来向咱的黄主任委员以及蒋先生代表，来甲大家致意，含大家共同来向咱金富关税来祝寿。殊不知咧。进前无几天，咱主任委员给我发了一个通告，讲叫我吼，这大场面吼，爱稍稍啊闹开一下咧吼，叫我来表演就对吼。啊，今仔日其实感觉讲拍这个萨克斯风吼，啊非常的沉重咧，我同时也无感觉遐重。来，首先拍一下谱啊，让这个萨克斯风变轻一下吼。因为咧，今仔日安排的节目咧，拢非常的精彩。咱这的表演者咧，拢是杰出的艺人，就对吼。尤其是今仔日，咱主任委员的好朋友，咱大家所敬重的老师傅，就对。咱关王老师咧，
伊原来要参我港台的对吼。是。你看我这个半汤匙啊吼，参这個大师级的樊龙老师要港台，迄种心理的压力有多大的对了吼。啊，但是呢，大家都已经站起来要落嘛袂赴啊。啊，所以讲呢，我会鼓足勇气吼，分了好听，你甲准过；啊，若分了歹听，有必须要拜托，拖我声拍较大声咧，安尼好无？无问题。多谢各位，来。所以要演奏两首吼，咱是不是用热烈掌声，先来欢迎咱的樊龙来，咱的邀请咱樊龙老师，然后嘛谢谢咱的黄祖伟，感谢馆长哦，樊龙老师吼带来这段表演吼，啊感谢您，谢谢，感谢咱的祖伟，谢谢啊，咱邀请咱祖伟来来代表哈，看咱的表演哈，啊怀念的播音员嘿，啊一首是这个水车歌哩，谢谢。也是你是昆林多久感觉看过馆长表演这招？唔办嘞，我熟悉馆长真久。闲聊啊，你讲啊。啊，馆长有特别补充哦，讲哦，啊，那分了好，吼，加拍一下谱啊。啊，分了不好，啊，是噪音哦，谱啊声爱愈大声，好，这麻烦大家请啊。好，谢谢。嘛，邀请咱嘞观众老师，谢谢来跟我们现场一起来做演出。先试一下，伊咪先试一下，伊咪。每位大家都系怀念的播音员。拄啊，伫后壁都有试啊。有试啊。有啊，啊，伫头前还佫试到大家看一下。对。一般呐，以咱馆长哦，甲咱一个樊龙老师的习惯吼。是。然后试音就爱三点钟啊，吼，所以大家先听，先小点来三点钟。啊，你敢若天光啊呢？三点钟，我就进行演出啦吼。无啦，这个时间吼，大家欣赏一下咱的那个樊龙老师甲咱的现场。来，伊讲到咱的樊龙老师啊，你真正爱特别介绍。哦，这好像你从小就认识的。不，对咱的诸葛亮。爸爸，迄个年代歌听少，拿宝手，啊，还去跟咱的三立青年歌唱排行榜，啊，老师 OK 吗？哎 ，OK 较紧嘞，无三点钟嘞。你讲，通天都无拍破啊，拍细本啊。哇！咱的时代无拍破啊，吼，拍细本啊嘞。来，为大家带来一条歌曲，怀念的播音员。来，老师，音乐好。好。你刚刚播播啊，现在应该拢没出来。哦，不一样的。老师来。是不是给我们个热情的掌声鼓励好不好？谢谢。谢谢。好，有了有了。看了，再大一点，音乐再大一点点，音乐再大一点点。拉短来，拉短。注意了那种呀，we'll be right back.
这个报告馆长，报告老师哦，这我一定爱把握机会。吃这么大汉哦，第一届访问馆长，平常是拢馆长咧地主嘛。是啊。哎，伊真算一个表演者。是。啊，那这问馆长，这定应该袂少当阿爸听你安尼分的功劳。大概是对2008年吼，一个政党在轮替无头路了。你看到，分家咧。啊，你著放炮啊！分家著放炮。但是我感觉放炮放无够，其实咱咧怀农老师吼，甲咱咧现场讲评一下。讲评一下，讲评一下。头一届食到这老嘛，甲馆长头一届不好吹啊。哦。咱县长头拄仔讲伫后壁皮皮刷，我着伫台里舞台顶，我皮皮刷安尼样，啊，真正无简单。这天啊，尤其是做这个长官哦，嘛真无时间好练。今仔我都分安尼哦，值得我们给他来再次掌声，好，热烈掌声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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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师，谢谢老师。哎，馆长还佫一条的哦。一个一条的吼，安尼第一条分完了，有较轻松啊啦吼。好大个，反正好大个，还是有压力啦吼。是，来，我带来这条歌曲是。好。水车姑娘，来吼，咱也无小气啊嘛，来用一个上佳老的破车，甲咱的欢乐老师、咱的馆长，给伊掌声鼓励，加油，谢谢。水车姑娘，加油，打气一下哦。我馆长讲，拄啊迄首安尼分分的了，还是很紧张哦。来。追加多年，谢谢。谢谢县长，谢谢，感恩感恩，不是重负来。
谢谢谢谢谢谢，感谢咱的馆长，谢谢啊，阿爸感谢咱的欢龙老师啊。对，但是欢龙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会场哈，我们过来安排去收瓜，但是有一个特别，我觉得有一个东西特别蛮有意义的。是，我们请咱的欢龙老师来介绍。啊，这个手拿这支哈，这支是啥物？正义先生话。哦。短笛皮鼓咯，啊，伊滴东京专工家顿来送我，是啊，过去的出名，我拢甲演奏的。何日君再来？千年万里，我只在乎你作这作这。东西老师，所以今天用这支笛来要来祝福咱啊，金木馆周年，永远迈向在前在上啊！啊，祝福大家平安，祝你赚大钱，贵和大小。谢谢大家，那里黄老师哦。桂河大桥，利用的。来，老师，好，一。好慢哦。今天我最好的啊，咱黄董啊，伊即摆是真无简单，咱金富万岁主委哇，以前我还叫伊国术顾问呐，哦，会来讲伊步步高升，人已经爬遐高啦，我还搁咧奔波一下安尼哦。啊，伫遮来祝福咱新汉宫五十周年，所有的先男信女，大家平安，赚大钱，高年行大运。啊，我这首特别要去演奏，就是《春风歌声》啊，啊，这有特别设定来的哈。OK， 好，
继续安排这首歌曲《春风挂下》。来，谢谢。那这首歌给演奏完毕，要来邀请咱新汉宫所有人准备。